开合也是重新做了设计啊，与众不同。这近距离可以看一下，还有这边的照明打火啊，这个角度平行而且很精准，和手机的位置是一样的。它的小刀具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小的，而且防身割绳多功能啊。这边是打火棒啊，防卫刀具、指南针、照明啊，而且每一个功能都是很实用而且很精准啊。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打火功能。好的，方法我们这边先在每棒的身上刮些许的煤粉。哎，好，看一下，一下，我只用了一下。哦，哎，好扑面。